小坚果儿，你快给我停下来！哎呀，小坚果儿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要虐待自己啊？老师，你愿意让我的身体健康吗？哎，你是我的学生嘛，我当然希望你身体健康了。那老师，你愿意让我的家庭和睦吗？和睦的家庭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，能够如此，当然最好啦。老师，你愿意让我的生活快乐吗？哎呀，当然愿意了嘛。傻孩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既然你希望我健康快乐地活着，那就把我的成绩单改成100分吧。在这儿等我呢是吧？老师的希望。喜欢记得订阅关注手游控玩哦。